喜欢定哪个地方？对，喜欢定哪个地方？现在中国还没有那种说你说的那种全自动对。没有，那个全自动是那个没办法，那个是所以但是必须是至少是，至少是两个轴 X 轴 Y 轴来动的。啊，对，那个必须是的，但是这个我觉得可能会做成伺服来说移动这个。对，没错，你这个能做得出来吗？我觉得没有。哇，这个成本会很高的，这个成本。能高到什么程度？你看到？我还没吃过，有。你可以，你看里面行不行？这伺服可以，有个。你要能做的话，你可以跟我谈。有这个 S S Y 组的，对，有个伺服可以。这个点是另外一个功能。我知道，你转一下。这是完全不一样的，而且你要把它弄完了以后呢，你要把它锁定，是不是就很？我一个问题可以固定。它还有个行程。我告诉你，我一个问题可以干嘛？这个问题呢，我不通过这个师傅来解决，通过这个王大。还有谁啊？王大，没得嘛。OK， 很好很好。这个要过来。很标准。你呢？这个是刚才。你觉得可以做得到吗？O 不 OK？OK 就应了吗？唔係啊，打師傅個鋪唔 OK 依家嗰個位置。未啊，嗰個抹咗，我再對下。OK， 得啦。如果係咁嘅經理，你同佢講啦。要的话，我们多你可以多配一些给我们，或者我们一卷一卷这样的。对，我知道。对。到时候再调，反正等我们这结束完了以后吧。再谈吧。我们再具体还要什么东西？我们要的东西其实还是蛮多的。然后那个。我知道他有。要靠右。热大不大？我大妈的。对，有冰的吃。咩啊？你人家三个来。今天就三个。这炒过的没有，这炒过的三个没养过。三个怎么样？三个基本上，只要你抹过的，它就有偏差了。这个放在那里，没搞定。只要你抹过的，它就偏差了。你这个是三个吗？你抹过的全部我都调翻。这个放在那里，不要过 UV 啊。你炒过啊？等我。全部扔咗佢先，我全部扔咗佢。